不被改变，你这个东西我们不想去改变它，这个东西不重要，我们把它忘掉就好，这样子不值得被感受啊，这样子不可感是说它很难被感受到，因为新媒体会报道，主流媒体会报道，可能一些网站或是一些小报会谈一下，但是有些报纸不可以报道这样子，比如说像香港的那个反洗脑运动，我们的主流报纸好像新闻的报道，如果报道放小边边啊，它会用大篇幅。这个是不被改，那不可改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事情啊，因为这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嘛，或者说好像失去了这种吸引的张力啊，艺术家就要把被可以感受的、可以感知的，那这是陈建仁的吸引大家，你这次在树林那个厂房里面有一个作品的装置啊，目前还正在进行它的一个拆除前夕啊。跨年晚会，到明天有音乐秀，各位可以上网找一下资讯，然后我们也可以听一下啊，音乐发起。那今天是一个昨天跟今天是论坛啊，那也就是说，陈建仁的创作呢，是挖掘了新自由主义在台湾1984年时候，英国法所制定的，当时新的院长制定的一个法律呢，把台湾推向一个。更加自由的，那也是资本的自由啊，不是自由表达的自由，那就是说一种所谓全球化的那种自由啊的体系，个体的世界。因为新发展里面，我找的这些演员或是工作人员呢，他们自身都有他们自身的故事啊，有的是他们的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生活的一些困局啊，包括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啊，还有包括林总统。所以他这些人都有他的故事，然后变成这部录像的一个故事，所以他有双重的叙事啊。那另外呢是发动劳作的解释，就是他把这些人年轻人啊，很多都年轻人嘛，找过来，然后来进行一种劳作啊，一种合作，来帮他做一些作品啊，形成一种团体，让人与之间的关系都处在一种原始的状态，就是说好像失去了一种社会的连结啊。他专门去找这些人。啊，这些失业者，然后呢，所以它带有两种层面，所以有一个叫做在有幸的境遇中，因为它是一个幸福大厦，但里面也是不幸，在有幸的境遇中，也就是说把这边找过来，让大家感到有一种人的温暖啊，来陈述不幸的寓意。那这就是看到这个陈建仁的作品，那是他过去的珠宝局，那是单排头部。的一个问的一个历史场景的说，那另外一个就是右边是一个中国配偶啊的一个人权被剥夺，他的那个台湾护照或身份证没办法取得啊，他被刁难，他被歧视，然后他自己去他没办法在办没办法在这个办事没办法在这个办领事馆还是哪里啊去做这做，他自己去搭建的。继续搭建一个家的空间，然后就像徐家伟一样，那这样的说法，用虚构来掌握那个真实，因为那个真实的空间不允许被使用，或不可能怎么讲，他不接受啊，开不开放，所以你知道你自己去找一个空间来避开它，那他自己虚构一个模拟这个空间，然后请他们来演出。那达到一个所谓档案的力量，你就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但实际上这个空间是小，他自己搭建出来，后来把它拆掉，但是它有效，我不会觉得那是个假的东西，因为它在谈一件真的事情啊。如果没有发生，没有发明故事呢？比如说邓兆敏的那个装置，一个纪念碑，纪念厘清的不可行性，这种他是在紫色那一部电影，但是他又谈一个故事，他是把一个我用简单方式，就是他把那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在故里间一个小事，小事哈，有一个上一次电影，他把那个场景把它
分析出来，然后变成好像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导演啊，然后分析成各种的可能性，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玩游戏一样，就堆起来的一个线，然后是变迷宫一样，那你用了手接脚，你就会被什么东西吃掉，而接脚是安全的，那下一脚又跟炸弹一样，所以他那个他把这个护理界杀人事件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啊，它可能会导致杀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像也会让很多选择啊，或是各种的一种可能的一个命题啊，变成好像是一种共识性的结构。所以邓道明那种有趣的地方是在这里，他不是要让我们讲歌，不是要直接去将唐德昌的那个电影变成一个雕塑或是一个装置。也可以用解释，对啊，它构成一种模型。他说这是一个结构，他想要变成一个结构，把历史性的啊封闭的一个故事呢，把它变成开放的那个结局呢，可能是开放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模型，行为模型啊。如果他没跟他碰碰，没有跟那女的碰面的话，他就会杀他。比如说突然失约了，啊，他就会爱上他，就不是杀了他啊，事情会变得更加离奇，更加离奇都有可能。但他把那个作品变成这样的状态。那还有什么可以看？好，那再来就是说，他是对着那个梅山大饭店啊，这张刻意要去分析史实的那个什么卫星体制啊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参照。啊，这可以纪念吗？可以纪念吗？没法纪念，可以厘清吗？好像事情这么清楚的，但是好像有那么多事情是没办法理清的。为什么小智要杀掉那女的？我们只知道从性报道知道，那他的犯罪陈述我们知道，自白得到，但事实上还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事情有多复杂，非常复杂的。那个今天一个当代的一个凶杀案啊，或是一些纠纷啊，很多很多故事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面啊。那除非他是可以被挖掘，我都放心上就把消费过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不可知的、不可改的、不被改的问题。那但得到你的挖掘是什么呢？他只是提供说，你看，那这样子的话是有其他可能，或是其他事情藏在背后。啊，这是他的这个各种的那种，好像镜头一样的一个安排啊。他今天跟谁碰面，然后又跟谁怎么样，然后都有各种环节。到最后，他终于杀了他了。那如果中间他有一个地方的发展是不一样的话，他不会导致这个最后结果。所以他把这个结构把它弄出来，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创意的一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场景都视为一个档案，啊，用操作，一种陈述，然后借用他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档案呢，好像包含一个地带啊，就像一个毕竟我们，但又跟我们当前的状态有所差异的一种依托方啊，一种失落的一种失落的一个地方啊，一种我们没有进去，我们本面把那个门打开，我们就把我们就走过去了，我们就开另外一个门，而那个没有打开的门就是一个依托方，啊，他们都是时间的边缘啊，围绕着我们的现实。真相的现在现存，并以相应性来支撑这个现存。档案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傅哥谈档案呢，实际上是很复杂，而且有时候他的这个逻辑，呈现了一个某种程度不一致性啊。那这个不一致不是说他的这个档案概念问题，而是说这个问题都在让我们去思考什么叫档案的问题，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定义的问题。比如说他说开始明文。外部，它是一个域外，啊，它的所在是在我们自己论述操作的错位，啊，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想到的地方，档案在这里开始，啊，它指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是在我们外边都限定我们的那种东西，它像一个体制一样，像一个规则一样，它带有某种神秘性，啊，所以他又提到这是一个切口，就像那个邓兆明的作品一样，啊，他会把这个杀人事件把它区分成分类成各种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如果从甲到乙，可以甲到丙，那它甲到丙呢是小事的走法，那我们可以走丙嘛，啊，这样好像一个切口一样，好，这是一个傅哥可以让我们想到这些作品可以这样。
啊，所以哪怕就是错开我，就是错开啊，就离开啊，错离的切下来，切开我们论述的操作，就像一个纪念碑，会得到你的一座纪念碑，然后它跟天有关啊，它跟上天有关，但是也跟指向基本上半天，因为现在指向大国象征，注意一个模型的调回命题就是记忆跟遗忘是同时呢被建立起来的，然后纪念呢的可行不可行也同时被指出来。啊，所以我要做个结论啊，结论就是孤岛不是孤岛，是岛边要过来，而且那个孤呢是有钩子旁，而不是一个跟全字旁，而且上面变成一个孤了，岛孤那样，岛孤作为一个方法啊。那这是呼应前几天吧，陈光兴有几个学者啊，他们提到这个在理所展的讨论现代怪兽的那种比较学术性的讨论。那么他有本书蛮有名，就是《去帝国》哈。这本著作，那里面有没有扎实讲，都做一个方法啊。那么他提到是比较是从亚洲来思考，这个东亚地区的文化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就台湾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亚洲先移出去啊，直接把放开世界性的台湾来看待。所以台湾一开始不是跟亚洲的关系，一开始跟世界的关系，亚洲是后来才出来的。所以岛国所在的这个世界性呢，然后从这边看亚洲，而且岛国一直有这个太平洋。岛国的话，在别的地方都有，比如说大西洋是有，印度洋会有，会有。这些岛国的国家里面所面临到的一些化妆品是什么？是跟我们很接近，是有些问题啊。比如说，陆地上面国家对这些岛屿呢，都带有某种的一种觊觎的，这是一种掠夺的、宰制的一种欲望啊，以及它这个岛本身跟其他文化之间的一些交流啊等等。所以这个世界性问题非常的。所以从这角度再回到亚洲来看，啊，或从这来看亚洲，啊，从世界角度看亚洲，那台湾是在世界里面，啊，所以世界性为优先在地。那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个人提出来的，也是很多艺术家他们都已经很直觉的，或者艺术创作的这种理念去讨论到。像陈凯华的这个作业公司2011年不知道会看到这个。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在台湾艺术艺术家叫拉黑子呢，看到他这件作品啊，没有提到的一个。所谓的岛屿型的一个创作，那我可以看一下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大概不到五分钟啊。那我也跳着看。那再来就是说，在我们影像看影像里面，其实没有跑到那个这里去的一个创作啊，因为他在那边发现到他的语言，阿美族语言呢，有60%是跟菲律宾的那个地区的语言很接近，接近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